是要去日本了。好，是不是轮长 B M M Y？ 大家都说出国是一场友谊的考验赛。今天是我们出发第一天，今天都很 peace。我先来记录看看，七天回国之后，我们是否依然 peace。我们终于到东京了，怎么很远？那还好，那我们还真不在朝代。我们要去吃饭了，第一天直接爆。我们要去吃饭耶！在日本第一餐，我们要吃猪排饭。对，那间是我以前一个朋友推荐给我，所以我一吃即爱上，每次来真的必吃。人超多，我有时候真的不懂日本人上班时间跟没上班的时间，就是觉得他们无时无刻人都超多。然后去吃这间叫豚生馆，它在新宿西口出来，走约几分钟。7分钟，猪排饭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啦！这个，没错，到了，就是这间豚生馆，哒啦！这里的招牌。长得都普遍都长得都一样，啊啊，东港的。人前介绍，可是前面有两个不认识的人，不好意思介绍。はい、こちらです。お客様、こちらの席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。我的水中一直在打灯。
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鬼事情，前面全部都没不知道哪里乱转起。我们往下吧。你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我的爱店就是这间。这间店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嘛，什么东西都有，从衣服啊，啊，这还有完整的衣服，你这边什么东西都有，它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卖，各种主题，各种商品。还有一个这个专门煮泡面的电热锅，一个超大的干面虾刀，好像可以买。关于罐的饼干，超爱逛，每次来日本必逛。这间是在新宿东口的鲁尼耶蒂的五楼。来日本的，我觉得不要错过这间店。来来来来，发现一个世界初品客贩卖机，就是200块一次，有可能是一个，最多是三个。来来来，让你们看60PY 神手一抽。来来来来，这里有图案，这里有图案。如果按到三，就是三个。哎，他很奸诈。一个，两个。哦，两，他还会跳，结束还会跳。没了，好，两个，噠噠，有便宜吗？好像便宜一点点，没有，我觉得还蛮贵的。好，大概就这样，谢谢。毕业旅行耶！今日第一天，与朋友相处顺利，没有吵架，没有摩擦。不知道明天第二天会如何呢？敬请期待。